者壮士写台北报道。暑假到来，许多爸妈们也规划暑假带小朋友出国旅游。临近台湾，航程短的香港是暑假亲子游的好去处之一。今夏香港旅游发展局推荐海陆空交通狂想曲卡通人物陪玩的主题乐园，让孩子疯癫的室内游乐场，香港限定的难忘体验，好吃又好玩的梦幻餐厅等五大主题旅游体验，爸妈与小朋友们可体验多元的香港亲子游乐趣。港旅局推荐的不同主题旅游体验各具旅趣，像是海陆空交通狂想曲主题体验，推荐搭乘香港独特交通工具为旅程的一注乐趣，如搭乘直升机由独特视角欣赏维多利亚港之美。爸妈与小朋友都有不同于别人的香港旅游经验，充满欢乐气息的主题乐园大人小孩皆喜欢。香港的海洋公园与迪士尼两大主题乐园夏季也推出全新体验，香港迪士尼乐园新推出的互动舞台表演魔海奇缘改全庆典，游客与台上演员近距离互动，一同经历莫纳的精彩故事。全新 Pixar 雪花大街派对即日起于美国小镇大街登场，众多迪士尼皮克斯电影人物如超人特工队、玩具总动员的众好友一同现身，带来水花四溅的崭新大街表演。夏日暑气散去，海洋公园打造盛大的夏日嘉年华，首度登场的大型加勒比巡游全面启动，国际级表演队伍穿上动物主题服饰，一连长近五余游客近距离热情互动。香港的有许多室内游乐场，小朋友可以有自在体验的空间，爸妈也不用担心孩子在游乐场内的安全问题。例如全球首个多元智能儿童购物乐园的 B Park 愉景新城，其中7层店铺皆融入儿童元素。此外还依据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霍华德加纳所研发的多元智能理论为蓝本，设计孩子体验区域。香港有不少香港限定的玩具，大人小孩可共享难忘亲子体验，好比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小朋友可在妖怪手表中景泰的房间鱼的副喵见面，也可加入漫威超级英雄来到全球独有的动漫游戏世界展区，投入互动游戏体验。爸妈们可和新加入的美国总统川普ANGELABABY 还有即将于今年夏天加入的男演员霍建华碰面，另外也可以在日本殿堂及艺术家草间弥生的艺术空间体验自我消融的概念。旅程中美食往往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香港美食众多，爸妈与小朋友都可大饱口福，如深受大人小孩喜爱的香港街边小吃鸡蛋仔，近年来发展出多元创意的口味，爸妈与小朋友可品尝不同滋味的鸡蛋仔。另外香港许多店家发挥创意，香港点变成天鹅、小猪、熊熊的有趣味造型流沙包，使得小朋友们开心享受餐点，爸妈不用担心孩子闹别扭不吃饭，爸妈也可和小朋友一同参加星级大厨可爱点心班，在点心大厨指导下亲自共同完成不同趣味造型的港式点心及留下难忘体验。航空公司、旅行业者也推出优惠以激励香港亲子游，长荣航空自7月1日起至8月31日旅客凭有效登机证于户找到指定景点与商家可享优惠，如10号大人船票买一送一，儿童免费搭乘天气100观景台，原价购买2张成人门票免费获赠儿童门票1张。
香港海洋公园享世界门票88折。KLOOK 客路推出精选暑假亲子行程66折起，输入优惠码 KLOOKHKSAM， 景点乐园92折，美食66折起，亲子同乐92折，独特体验92折，游港必备88折。另外，可乐旅游推出香港迪士尼自由行，3天2夜含税价12388元起。雄狮旅游独家去华娱迪士尼新朋友 STELLALOU 见面会，加海洋公园双乐园3天2夜行程，含税价19999元起。灿星旅游以家庭相聚玩香港概念推出3天2夜含税价8999元起，揪团5、10、15人一起买极划算，最高客折15000元。香港迪士尼乐园全新 Pick the 水花大街派对即日起与美国小镇大街登场，香港旅游发展局提供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全球独有的动漫游戏世界展区，小朋友可投入互动游戏体验，香港旅游发展局提供香港美食众多，街头小吃鸡蛋仔贝受大人小孩喜爱，香港旅游发展局提供趣味造型港点让小朋友们开心享受餐点，爸妈不用担心孩子闹别扭不吃饭，香港旅游发展局提供天际100观景台，是香港唯一可以360度鸟看四方八面不同的景观及维港景色的室内观景台，也是亲子游热门景点。香港旅游发展局提供单程香港现存唯一航行的古董帆船10号，爸妈与小朋友可来趟历史巡礼。香港旅游发展局提供游玩香港乘坐直升机，爸妈与小朋友可以全新视角体验维多利亚港魅力。 KLOOK 和陆琪公。